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听说你最近跟陶雨菲合作的好像不太愉快啊。你究竟想说什么？陶雨菲这个家伙自以为有点名气，就开始趾高气扬、目中无人的。他不愿意配合你，有的是比他有才华的艺术家。你口中比他有才华的艺术家，是说你自己吧？既然你都猜到了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凭陈总在这个圈子的人脉跟本事，我相信一定有很多艺术家是像我这样向你毛遂自荐的吧？难道你真的只守着陶雨菲一个人，对其他有潜力的创作者都视而不见吗？而且，陶雨菲最近好像也跟其他女生纠缠不清啊。说完了吗？嗯。我虽然是雨菲的经纪人，但我毕竟是个艺术经纪，我自然会对那些对成功有莫大欲望的人有兴趣，但主要是要有才华跟潜力。那太好了。只不过你好像刚好不是属于那种的。好吧，虽然没能跟你合作，我还是觉得蛮可惜的。不过我还是帮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，这里头有一些有趣的小影片，跟陶雨菲的过去有关，我相信你会有兴趣的。家吴，你别走，怎么了？你好不容易才在这个职位上做顺手，你辞了职准备去哪里啊？家吴，家吴，我知道你不想跟我共事，你别走，我走，我辞职，你留下来好不好？闪开！你来干嘛？我问你，你当年接受我到底是为什么？都已经过去了，答案还有意义吗？我就是要个确切的答案。为什么我只能是这个女人的替代品，这个女人的影子？这里不适合说这些，我们出去。不要。
你一直觉得是我害你不能画画的，现在你找到你的良方妙药了，自然而然千方百计地把我甩开。是，陈英她是我的良方。可是你从来没有认可我的付出，认可我的努力。你以为我陈立奇这个经纪人的位子是靠你得来的是不是？立奇，你误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会证明没有你我一样能捧红其他人。你快去追他呀。不用，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经纪人。画展的事情就这么公开了，会不会有问题啊？不会，公开了以后就不用躲躲藏藏了。陈英，你把孙总那些画还给他，把代笔的那些画留下来，就说是暂借，等画展之后我会给他们一个交代的。好。所以这次陶老师要展出的作品全部都是新作。没错，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唯一赞助商的您来说更有宣传和炒作的价值。那的确是啊。哇，好好啊。那就要麻烦你们两位了，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没问题。哎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还回去了吗？孙总有没有为难你啊？没有啊，很顺利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有人找你，等了你大半天了。刘可是。没想到做这些事的人竟然是你。对不起，那你现在告诉我这些做什么呢？我想求你帮帮家务。家务怎么了？我告诉他这些事情之后，他隔天就从技能辞职了，整天都在酒吧喝得大醉。我真的不想他继续这样颓废下去。我突然给他找了一份学校教练的工作，你能不能告诉他这份工作是你找的，让他去上班？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找他呢？他现在这么生气肯定不会理我。是啊，你做的这些事情现在谁会理你啊？所以如果他知道工作是我找的话，他肯定不会去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来找你的，陈毅。刘可山，你知道我现在有多恨你吗？你竟然在我背后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情，你现在又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在我面前干嘛呢？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以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，可是我现在发现我就是一个傻子，我从来都没有看懂过你刘可山。陈毅，我知道你现在很恨我，我也知道我很对不起你，可是家务他没有对不起你啊，你能不能
看在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的份上，你帮帮他好不好？那好像是球星邱家武哎，在哪儿呢？让你做事，躲！干嘛呢？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喂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我追着你！别打了！抓！让你跑！喂！小银！救我！喂！别打了！喂！干什么？可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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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样？可莎！先去医院，走。小心啊！小英，你怎么跟可山一起出现了？他来找我，说你辞职了，整天酗酒，让我来劝劝你。小英，你不知道，可山他以前……我知道，他全都告诉我了。都是因为我。没错，都是因为你。其实，他刚告诉我的时候，我也非常生气，非常难过。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可是就在刚才，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，我突然明白了。他以为被打的那个人是你，就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想要保护你。我终于懂了，他爱你爱得有多深，也理解了他感觉到我不在乎你的时候，他有多生气。我去洗手间。刘可山的家属，哦，你好，我是。病人怎么样了？病人没有事情了，只是皮肉伤而已。他已经醒了，你可以进去看他了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他现在是最不稳定的时期，你们要多让他休息，对他身体啊跟情绪要多关注，否则对小孩子会有影响。孩子？难道你们不知道病人怀孕了吗？你们这些年轻人呐。我到底该怎么面对刘可山呢？
陈音，拜托了。叫我。如果是劝我跟可山在一起的话，我想还是算了吧。不是，我有一个朋友想要找篮球教练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谢谢你，这个时候还为我着想。那我回头让他联系你喽。请问一下，你们谁是十一号床病人刘可山的家属？我是，请过来签个字。好，我要回一下办公室，可山交给你了。不用藏了，新闻我已经看过了。媒体就喜欢胡乱写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不过也奇怪，杨一鸣的新闻这几天铺天盖地的。是李琦，看来杨一鸣是他用来证明自己的人选。可是杨一鸣不是什么好人，李琦不会吃亏吧？姚一鸣这个人不是你可以控制的，趁早和他断绝关系，免得惹火上身。公司帮你办个展，现在国内打响知名度，之后我会再安排你参加一些国外的艺术展，开拓国际市场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不愧是享誉画坛的艺术经纪人，做得很好，我很满意。
我听说你在做一些违法乱纪的勾当。你听谁说的？听谁说的重要吗？重点是有还是没有。因为如果有的话，我们的合约就要终止。没有这种事，你不要听人家乱说，真的没有。好，你记住，你是要夹着尾巴做人的，不要被人家抓到把柄。因为如果坏了名声，我们两个都不会好过。你放心好了，我自己会有分寸。最好是。应该听说了，教练女朋友了，什么教练？干嘛呢？你们干嘛呢？偷懒呢？教练，教练，好幸福啊！你这态度，我马上就会被炒鱿鱼。还幸福呢？幸福个屁呀！爱心便当哦，教练，好人羡慕啊！是啊，教练。当当当当！哇，好丰盛啊！快吃吧。嗯，好吃。以后经常做好不好？我才不要经常做。你知不知道这个花了我多少功夫、多少时间，很麻烦的。好吧，那要不这样吧，万一以后我做错什么事情，或者是我怎么得罪你的时候，我就做这个当做道歉便当，怎么样？不行啊，这哪行啊？平常都是我惹你，你又没惹过我，那我猴年才能吃上一次啊。好像也是。教练，教练，是不是把女朋友介绍给我们认识？是啊，好人羡慕教练。哎，教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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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什么呢？哎，赶紧回去练球去。是是是是。所以姚一鸣的黑市交易、毒品交易、代笔中介、逃税，这些证据都是你提供给警方的？我可没有这个通天的本领，我只是把一部分的证据交给警方，全部都是警方的功劳。可惜让他逃脱了。你们最近要小心一点，省得他狗急跳墙，找机会报复。学长，你也不用太担心了，他现在是要犯，通缉力度那么大，他应该不敢明目张胆出现的。但愿如此。我那天问你是想套你的话，你说没有我就相信了。倒是你，你骗我，我不是告诫过你要小心吗？你到底想要怎样？
边有人闯入，你赶快叫警察！敢出卖我！我没有！我告诉你，我们两个现在在同一条船上，我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也别想好过！我没有！不过你放心好了，只要你乖乖的听我话合作，我保证会放你一条生路。怎么做？你明天去召开记者会，告诉全世界陶宇飞在国外找人代笔的事情，让他彻彻底底的跌落谷底。我已经等不到他可以画展的那一天了，我现在就要看他的求生不能、求死不能的样子。你给我点时间想想。没有时间考虑，就是明天。明天不行。后天，最晚后天，我没有办法再等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是胆敢报警的话，我绝对有办法让你在我被抓之前跟我一起陪葬。又忘带钥匙了。怎么了？又忘带钥匙了？宇飞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姚一鸣找过你吗？你是关心我还是关心姚一鸣？姚一鸣被通缉，他已经走投无路了。如果他要找过你，你一定要报警。不过最好的方法是赶快离开上海，回到你妈身边。宇飞，你对我还有感情，所以才担心我，对不对？我们回纽约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我保证，我不会逼你画画，你想画的时候就画，不想画的时候我们就出去到处散心旅行，就像刚开始在一起一样，好不好？早啊。早。早。哎，有你的包裹，刚刚帮你收了。嗯，谢了。可是我最近没买东西啊。那就先拆开看看喽。早啊。早。好吧。早早。嗯。是什么？哇，还用个礼盒装，该不会是暗恋你的人送的吧？惊喜包之类的。搞这么麻烦，赶快拆！怎么不直接送我家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今天是愚人节吗？怎么会有人做这种恶作剧啊？我看。哦，吓死人了！谁愚人节会做这种事情？陈英姐，你最近跟谁结下梁子了吗？今天谢谢你愿意出来陪我。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一直都在。
可山，你应该试着学我，不要总是把自己搞得那么累。追不到自己喜欢的人，也不要迷失了自我。人总是要向前看嘛，你只活在家五哥的阴影里，才会显得那么痛苦。但是，当你试着走出来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其实还有另外一片天空。对了，你不要误会啊，这只是出自于朋友的关心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我听你。谢谢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小心。哦，谢谢。去那边吧。终于打电话给我，告诉我快递的事情，我不放心就过来了。这肯定是姚一鸣搞的鬼。也许只是巧合呢。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巧合？走，我们去报案。哎，别那么紧张嘛，又没有什么事情。再说，我们又没有证据，去了以后警察也没办法呀。可是万一发……好了，没事的，真的。好，那我送你回家。好。叔叔阿姨不在家吗？是啊，周末回乡下了。不早了，你快回去吧。不行，我不能回去。走，小心头。我先打个电话。那你先打电话，打完电话自己回去喽。我先上去了。朱玉姐，快递的事情我怀疑是姚一鸣搞的鬼，你查清楚了吗？是来打球的，还是为了可山的事？家武哥，可山的情况我都知道了，他也不容易啊。如果你能站在他的角度想，你就知道他有多辛苦了。你也知道，可山她从来都不是一个爱哭的女孩，但是因为你，她整个人都变了。她又怎么了？她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事？或者你又说什么难听的话了？他做了太多见不得光的事了。他做了什么事？你说清楚啊！我从来不相信可山会有什么坏心眼儿，即便是有，那也是被你逼出来的。如果真要追究责任，你也跑不了。即便是这样，也不可能成为原谅他的借口。学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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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。
学长是你吗？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奇怪，没有人啊！知音，我鬼啊你！大半夜随便开门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？我以为门外的是你吗？你怎么还没走？谁说我要走？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寸步不离地跟着你。学长，我一个人没关系的。我知道，但是你那么紧张干嘛？还是你藏了什么不该看的书？不是，我。这个。笑什么？我一个人可以的。抱着猫，在夜里慢跑，就怕被孤单给。拥抱，你想多了，我要打地铺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你吃掉的。我怕我会吃了你。感觉也是一种情调，你能不能让我好像回到过去了。我记得大学的时候就是在这里陪的你。两个人会过得比较好，月亮这是我房间。早就知道就知道能想要让你这什么啊，总裁在上，我在下。哎，你不是啊？都在看什么书啊？我要看。不知你现在到底好不好？刚刚偷看我的时候不害羞，现在害羞什么？我哪有偷看啊，光明正大的看。这什么时候的？小学一年级。哎呦，天才，小学一年级就得奖。笑不笑吧，就知道你会嘲笑我。有几个人像你那么厉害。是啊，好像回到了过去。你能不能让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别把事放在心里等发酵。有时候勇敢面对，两个人会过得比较好。原谅我早就知道，就知道本想要让你先说的，原来知道假装不知道，知道假装不知道，知道假装不知道。我去买早餐，马上回来。于飞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真的不会后悔？即便我现在把黛比的事件公布于众，
你还是选择要跟李晨英在一起吗？如果你现在后悔的话，那还来得及。过十分钟，我就向全世界宣布，鼎鼎大名的 TYF 其实是黛比的艺术蛀虫。门怎么开着呀？当当！姚一鸣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一边是深爱着你的女人，一边是你很爱的女人，你最多只能抓住其中一边。姚一鸣，岂有此理！就让我们结束这一切吧。陈英。